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小兵。兄弟你哥今天又来开盘了。今天不是我们是水哥开盘，不是老板开盘哦。阿伯，盘了。哇，累了。啊！今天发财了！你这边螺太多了，你看，没一小伙就给了这么多。今天这个又大，又大。哇，刚刚那个外面烂派实在太大了，不然那外面螺更多，被冲了一浪，吓死我了！一个人在那边。湿身了吧？全部都湿了，这下面哇，好冷啊！赶紧叫小明给你换条裤子，知道吧？他肯定没问题的。哎。哎，什么时候？换裤子的。走，走吧，我们可以人力关系，来把裤子换一下。走，现场直播。走，换一下，换裤子。哇，来了！还不能关了，关了，关了！哇，爬进你看，哦，爬进板凳那边了。东西，哇，个子小小的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不要了，不要。哦，那边棒子鱼，看到棒子鱼。哎嘿，呀，嗯，里面石头鱼很多，看没？看到没有？你弄啊！我天，哎呀，咋的？咋的？慢点，慢点。刚刚了，钩子拿来，钩子拿来。哦，里面哇，这边还有一条棒子鱼，小的，这条小的。我给他了。脚伸出来，来，什么东西？棒子鱼，棒子鱼。啊，哦，这个。水坑虽小，占地全。我里面你看，鲸鱼肉，鱼肉，尝尝。那个脑嘛，那个脑呀，砸一砸你们。我这人，我得砸了。我这人的脑啊，这里是。肚子一把鱼，我天哪！肚子一把鱼，怎么没把你打破了？哇，那边有一条跑出来了，鱼肉。哎呀，嘿，19公里那个，进来，都给他摸不着的，摸的，快搞掉，死了快搞掉，帮忙那个的，嗯，卡着的，哦，上去，哦，你用，哇，我活不下了，哎呦，哦，漂亮吧，哦，来了，红彪彪，红彪彪的19公，嘿，这哪多少？哦，哎，没包，没包啊！你看，大头鱼来了，啊，在抠，在抠啊！里肉，里肉里，石头里面都是。上面来，这边先打，这边先打，这边上面那个八爪鱼把它抓了先。阿公，我们石头把它搞掉。一二三，哦，里肉，啊，狐狸，狐狸，哇，哇，里肉来了，哇了，嗯，大八爪，狐狸。怎么样？哇塞！嘿，彪的货，彪的货，大家伙，今天是专门过来搬石头的。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！我踢，大哥，李诺，黑雕，来，来，哇塞！李诺，老弟，给来！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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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讲，加油，加来，加来，加来！哇，你看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踏不了，踏不了。哎哎，后腿，导杆，哎哎，后腿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，大盲鱼补的好吗？这个盾补的哇，盾补的哇，一二三，啊，啥都不抓了。哎，后腿，后腿，金丁诺。哎呀，哇差点给他咬进去了，这么大，这么大可以了，这个烧烧，烧了，抓了，往这边卸，开过来，开过来，开过来，往这边卸，烧，差点给他咬进去，哦，螃蟹，来，哇，这个还有两两，我今天这个吃东西特别多，你看，呵呵，不过这个太小了，这个还好吧，这个不够大一点，算，走。哎呦，这十几公了，
来了，轰彪彪，轰彪彪，轰彪彪了十几轰。有，哎呀，哇，回来了，哎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，哎，来了，兄弟，你找不着无路了，还是来吧，来，抗议过吧，李洛，嗯，哇，今天这个来了，哇塞，水坑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最主要是里面有石头缝。哇，今天这个收获还可以，我抓到鱼了，意外，哎，今天这个是意外，真的是意外收获。来了，嘿，来了，今天这个大八爪搞了一个，然后三刀鱼搞了一条，十几公克又搞了一碗，然后今天这个炖补的，阿峰这个明天吃了有力气，来抽水机一下，阿峰好，这个花鳗，哎呀，马上拿回去炖了，吃了有力气补的，那找个差不多了，东西收下，阿峰。外面那个超了，走了。